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咧就嚟玩一只新啲嘅改版咧，只就叫做《攰弱之影》啊，系啊呢一只嘅改版。咁啊入去睇下啦。咁你头先见到个开场嘅片头，都知道咧呢个作者好似好钟情于呢一个夹破人。哇，好，小田君博士又嚟啦！哇，点解呢一个样系小智，但系入到去系你系基佬定女装？哇，呢个失雷闹。对啲塞雷娜都系小遥嘅样嘅，喂唔掂喎。照道理啦，剧情上应该就好似冇咩改变啦，系啦，我冇咩点留意到佢有冇改剧情，系啦。好，OK，咁我咧今场今次呢一个嘅 game 咧，我就会比较用少少一啲我好少会用到嘅精灵啦，一样都系，系啦，喂，有小火龙啦、水叉同埋木手工嘅，咁睇下佢会唔会有其他精灵可以拣。系冇嘅，都系呢三只。呢三只入边，其实最少用我应该系会用水叉咯，水叉啦。OK，佢个界面你会见到咧，佢改过嚟个界面，有少少变动咗。OK，小田园博士，见下塞雷娜，同埋佢个动作咧，唔知点解摇嚟摇去嘅跑步动作。OK。同埋听讲呢度有啲特别嘅一啲嘅系统喺度嘅，据说当玩家嘅钱包到达极限嘅时候，就系打开保密嘅密码。佢呢一个应该系一个彩蛋嚟啦，系啦。今天你踩我头上，明天我长你坟上。呢啲系嗰啲嘅押韵嘅句子。好，我哋可以走啦。佢呢个地形我好似喺边度见过？呢个咩啊？游历世界多年咧，偶然得到咗一个精灵嘅蛋，睇你同你有缘送咩啦？一嚟就有精灵嘅蛋俾我玩，咁开心。OK，好，又系呢一个嘅双倍药水，呢个咩人啊？精灵商店早喺度改革当中，请一阵再嚟。上古闪锁匙嘅力量过于强大，使用咗无法阻止佢运行。佢好多人顶住咗，其实而家，呢个咩噶？呢三只喺游戏里面冇办法获得嘅精灵，我用扭下精灵扭蛋机三下全中，扭蛋机应该系呢一个，哇！呢三只嘢全部都系变咗形态，真系啦，扭蛋机应该系呢一个改版入面比较有趣嘅嘢啦，吓可以扭，可以用钱扭精灵出嚟，系啦，里面系二周目嘅精灵，但由于未只能放喺度参观，入去前请 safe，OK，同小瑶讲嘢先。啊！出面个样系小瑶，入对佢就失雷啦。哇啊！第一关就死咗，好在我唔系玩咧，死咗先。哇！咩事啊？喇叭牙一嘢咬到我，伤重死亡，争啲。啊！波加曼，我怀疑打唔赢，六级叫声。黐线，咁难打咩？哇！我啱先发现我只嘢系三 level 啫，体力不支持水力强化，我唔或者咁废啦，我连第二招技能都冇喎，阴公！啊，呢一只 game 睇嚟个难度系在于咧，一开头只宠系得三 level，因为其他嘅 game 应该都系五厘起跳啦，然之后多一招嘅叫声啊，或者摇尾巴啊嗰啲咁嘅技能啦，但系我得一招技。点啊？呢一个就系冇货金嘅，即系冇呢一个咩大礼包嗰啲啊。呢只 game 应该系要有，唔系要有呢只 game 应该系有一啲嘅大礼包嘅系统啦，吓，即系譬如可能喺啲论坛啦度见到有啲咩密码，跟住输入就应该可以获得啲。999嗰啲金银珠宝定点样系嘛？999钻石啊，VIP 战力999。以前嘅我可能就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就会觉得，呢啲垃圾技嚟嘅啫。但系大个就知道话呢啲争好远呢啲技能，降一降对面防咧，等于你用两招或者三招攻击技。其实啊，如果摇尾，系啊，佢防状态，藤鞭，啊！哇！太劲啦，哇！喇叭冇黑，咁其实呢个 game 我可唔可以捉重啊？定还是一定要抽蛋，一定要扭蛋啊？拆手抽啊要。好，我哋而家出你啦，系时候可以去挑战嗰个
劲敌。喂，咩事啊？鲤鱼王，十咧鲤鱼王，十五咧，我惊输喎，怕输啦。好，直接打个劲敌望望先啦。摇尾巴啦，跟住撞击得噶啦。啊，争好远啊，有摇尾巴。OK， 冇特别，我哋走得，可以跟翻佢，跟佢翻屋企。我嘅扭蛋机，请问几时会有呢？精灵套监，掌门球，哇，绝对能捉到精灵嘅终极精灵球，点解会送呢啲俾我？系啊，大空残，哦，五咧鲤鱼王，色位系咪即刻捉得噶？佢呢个都系精灵球样嚟嘅，呢个都系精灵球样嚟嘅，系咪假噶？悠游自在加特放减速、哦。渣渣地喎，不过唔紧要啦，红色鲤鱼王周街都系。跟住呢一度系咪有个唔知咩？哦，啊系啊，呢度嗱，大家见到啦，输入密码，一输入密码就可以获得一啲道具啦。咁我就唔知道有咩密码，所以我唔知道啦。OK， 同埋我想试一试个精灵球系咪真系必捉嘅先？我觉得唔系，系啦，唔系啦，咁即系证明咧，佢将大师球嗰个样咧换咗上去精灵球啦，做。OK， 呢个入得去咯，呢个系咪有啲古怪？自动贩卖机哦，有咩用啊？啲卡内剩余三千元，三万元，三千。心之轮片可以将精灵个体提升到最高四万五蚊，传说中可以改变精灵嘅锁匙，改变特性胶囊，使用后下一只必定闪光。哇，几有趣呢啲！请问个扭蛋嘅边？懒得买东西，隔篱有个自动贩卖机。问卷调查呢啲唔使理啦。问卷调查 ，OK， 唔知几时有个扭蛋机嘅，即系我哋都可以依然捉重嘅。哇，唔系话佢咩？我悠游自娱嗰、那个咩啊？变幻自娱、哦，我好想要个变幻自娱啊！鲤鱼王。虽然佢嘅色位啦，但我应该唔会用佢，因为佢个性格我冇刷到，所以唔啱用啊呢只嘅鲤鱼王。射文红，十呢水箭龟，阿车厘龟，哇，好硬，输啦睇嚟要，诶、欸，爆我击，啊，好彩，哇，点解又有车厘龟嘅？我惊我唔够打，系啦，输咗啦。弱起，好啦，输咗啦，已经。好，翻嚟打翻呢个车厘龟啦。OK， 摇尾巴玩水啊，真系死得啦。OK， 得。哎，呢有啲改变啊，呢个咩嘅？一尊普通嘅石像，真系一尊普通嘅石像，好奇怪，会唔会识喐嘅之后？咁呢个系咪又系嗰个自动贩卖机啊？哎，唔系喎，佢呢度有精灵球卖，哇！我得四百蚊有个身，系咪因为我头先输咗啊？得四百，诶，板木嚟，你好，我系家族里面嘅大哥，我哋家族嘅人咧都叫板木，依家我要揾其他七个兄弟，叫佢哋翻屋企食饭。如果你见到咧，帮我哋叫佢一声，呢个俾你。天机令咩鬼嘢？天机令啊，随时随地，我改天气哦、oh, ，好，系帮佢捉重啊，系啦，帮佢捉重啊，要拉鲁拉斯 ，OK 得啦。呢度见佢冇乜点改到个地形，咁就唔使理啦。好啦，我使唔使捉只虫呢？哦，斩下斩下呢个嘢。哎呀，宝贝求顾，佢一下，喂，冇啦，点解咁多草系嘅成个地方？我捉只虫先，真系唔得，唔捉虫唔得。哇，呢只我真系未用过，呢只我真系未用过，好似印象中我好似冇乜点用过。好，就决定系你啦，我得一个精灵球。
其他啲虽然都系精灵球嚟，但系我费事用佢啦。好，我哋得到咗一只加密攻减就攻劲 ，perfect 喎。咁依家将佢升呢啦，系时候要。诶、欸，好嘅，我而家即刻马上翻屋企食饭。网购机，我可以随时随地买嘢，哦，几特别，哇，乜都有，真系乜都有。20蚊一个果实啊，劲平！呢啲10蚊买出去，呢啲奖门去250蚊。呢个 game 好需要钱喎，好需要钱先得。但系一咁快就中招，大镬！瞪佢眼啦，跟住再用啄，即刻瞓咗觉啦。啱啱一摸咗一下之后，用啄啄咗一下之后，即刻瞓咗。好，咁啊，虫系嘅森林，亦都系我呢个非人系嘅天堂，星咧天堂，巴塔迪灯眼，催眠粉 ，Oh my god， 输啦要，哇，其实都难打，都唔易打，都13000。2000 years later， 好，天机令，跟住细雨，好 ，OK。试下水枪，吓、啊、OK， 咁真系证明佢有天气嘅。啊，毒粉，诶、欸，佢用毒粉就赢啦。贝壳印正，唔要玩水啦，冇用啦玩水。贝壳印啦 ，OK， 列咗出嚟收头。啊 ，perfect， 13咧，诶、欸，进化，死咗都有进化，17咧进化，原来双刀丸。32攻，37特攻，哇，超高特攻喎、哦！印象中记得佢好似系物攻向嘅，系啦，佢有招技能系圣剑，好，合金娃娃，呢度睇下有冇啲咩神奇嘅嘢俾我捉啦，定还是都系全部嗰啲都系虫系草系，虫系草系我应该唔会喺度捉啦，毒系，哇，粉蝶喎呢只。呢只系嗰个虫宝母，比卡超啊！比卡超绝对唔会拣啦，比卡超绝对唔会拣啦，太过脆啦，系啦。虽然我都可以用下嘅，都唔好啦，系啦，都唔好啦，比卡超。好，惨话剧情，哇，地鼠啊，换只水系先。贝壳印 ，OK 得啦，超级球。我哋过咗呢一个森林，然之后睇下有冇啲咩其他精灵可以捉下啦。嚟呢一个草地望望，咦，佢封咗个草地喎。我谂住去草地揾，睇下啲咩精灵追打。好，冷水喉啊，冷水喉啊，迪猪霸非人系啦。冷水喉呢、這个同埋呢一个火系啦、啊、草系同埋水系呢三只马骝我曾经用过嚟过关嘅，但系过咧就唔系 Game Boy 啲改版啦，而系Pokemon 嘅 MMO 啊 Pokemon MMO 入面我就有用过呢啲虫嚟过关。贝壳印咧，哇佢个水系佢个冰系，我雀仔瞬间秒咗，我仲有雷击，好难打、啊。好彩佢扣嘅钱唔系好多啫，如果唔系咧蚀晒冇晒钱，因为我哋唔好打嗰边先，嗰边唔打住，太癫啦嗰边，双打对我冇乜着数，哇黐线水流喷射，好癫啊！野蛮鲈鱼嘅水流喷射又系一个强嘅技能，因为佢本身有招适应力，可以将。威力乘二，作为呢啲一开头嘅训练家太劲啦。好，呢、這个中心有啲咩买？都系买嗰啲嘢啊。O K， 冇特别。我哋先去攞下啲嘢先啦。我记得系咪有个先制之爪令，跟住呢度攞居合斩，居合斩啦。跟住，诶，散弹。咩嚟啊？哦，隐蛙喎、
哇顶固执人哇！咁我可以摆翻入雪柜啦，因为佢本身已经唔系蒙特啦，仲要加固，仲系固执嘅系啦，咁就可以翻屋企噶啦。你好，又可以摆喺入雪柜，之后入个精灵学校先，拎个仙仔之爪。点解呢条喺度嘅？之前喺橙华市见过，介绍下自己阿希达，揾出色嘅训练家。你系训练家，你需要拥有一只，呢个冇咩特别，我又有啲新嘅剧情，点知佢冇？好，系咪打馆主依家？咦，呢个馆主整到咁细间嘅，点解？真系喎。OK， 如无意外，岩石系嘅道馆啦，道馆系。喂呀，有艰难，改咗特性有艰难啊佢。OK， 喂，雷系，始祖鸟啊，都系冇乜特别啦，始祖鸟。呢只背后人咧都系冇中到，睇下。OK， 跟住杜鹃啦，咁啊杜鹃如果有啲麻烦重嘅话咧，将会好难打啦。咁比较麻烦嘅重应该会系嗰只嘅化石百合啦，系啦，触手百合。好，卡纳芝士道馆馆主啊，杜鹃啊，成为呢一个道馆馆主为咗学嘢，背后人。哇！大镬啦，完全打唔痛噶，我背后人，唔得啊，赢唔到啦。看来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，完全打唔赢啊！有机会，有机会系佢嗰啲能力值系有改过啦，即系佢应该系用咗一啲高个体值、高能力值嚟作为馆主啦，我估佢系。好，我谂下用啲咩重好啦，顺便睇下呢只。他们已经十五列了，连斩留低啦，不要撞击啦，连斩都有用的，用来斩埋超能力，扒手猫，哎哟，头蛇鬼，想起我的队伍可能都要有只格斗系，伊贝啊，伊贝，伊贝可以捉一捉嘅伊贝，伊贝捉一捉啦。OK， 望望佢嘅性格系危险预知、急躁嘅性格。危险预知系系咪蒙特？好似唔系蒙特啊。好，买啲精灵球先。哇，太方便啦！实在随时随地都喺街度买到精灵球，呢、這、一个真系神奇嘅工具啊！中樽果球，水鳄。其实连斩都好劲嘅，因为佢系计你用嘅次数，然之后再递增呢招技能嘅威力，我觉得几好用。虽然第一下比较废啦，但系之后嗰几下开始劲嘅。如果有命中到话，因为有机会命中唔到嘅。能力查看系 A 型，努力值同个体值，哇屎一样嘅个体值，哈哈，即系列咗零速喎。即系列咗零速喎，会唔会太废啊？好，望一望呢个山洞有啲咩啦？有石丸子、孤柳柳，哇，草降阿里多斯，我好似未用过嘅话事话，阿里多斯可能可以用一用喎、啊，可以用一用嘅阿里多斯，可以试下点，睇下可以有啲咩技能用啦。作为我记一记，即系对呢个精灵嘅熟悉度啦吓。加密房减特工系咪已经死咗啦？都不会睡眠咯、啊。好，睇下仲有啲咩？电蜘蛛吓、啊，电蜘蛛比起阿里多斯一定系劲几倍。阿里多斯呢重我完全未见过有人用过，即系喺啲对战上啦，当然系系啦。貌似冇咩新精灵喺度。咁喺完之前，我哋直接打埋去嗰个双打靓妹嗰度，再望下个地下有啲咩嘢出啦。呢度应该够打啦，而家先斩嗰只小奇怪先，啊唔系齿轮先。灯眼啦 ，OK， 燕反啊呢招劲，唔要招啄可以。呢度背壳印再加燕反。
Nice， 好嚟到呢个草地啦。嗯，又系呢啲啊，又系喺入森林之前嗰啲精灵，所以冇咩特别啦呢度，系冇咩特别啦。OK， 咁今集时间就玩咗咁多先啊，呢一个嘅绘耀之影啊，系啦，咁啊下集翻嚟再睇下啲咩特别嘅元素啦。咁另外咧，今集咧应该系冇开到 cam 嘅，系啦，咁睇下下集应该会开翻 cam， 咁啊下集再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